我现在要来谈一谈咒诅的来源有哪些，来源大概有五六个，我会注意不要超过时间，这样我们才有时间经历真正的高潮。也就是说，脱离咒诅得着释放。根据我的经验，除非先了解咒诅是怎么来的，呃。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需要得着释放。咒诅的一个来源是，传讲上帝信息的人，上帝的代言人。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们只看其中几个。第一个例子在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，以色列攻占并且摧毁耶利哥城之后。 当时带领上帝百姓的约书亚，负责替上帝传话。他对将来任何重建耶利哥城的人发出咒诅。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。他立根基的时候，必丧长子。 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，这是有特定对象的咒诅，不是对一般人的咒诅。只要有人重建耶利哥，就会受到咒诅，这个人会有两个儿子丧命。以色列百姓后来恐怕都忘了那个咒诅，随着时间逐渐淡忘，因为在五百年以后，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。 有个人竟然做了当年约书亚咒诅的那件事，这件事记载在《列王纪上》十六章。在雅哈作王的时候，《列王纪上16章》十六章最后一节三十四节说，雅哈在位的时候，有伯特利人希伊勒。 重修耶利哥城、立根基的时候，丧了长子雅比兰；安门的时候，丧了幼子西哥。正如耶和华拣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。有圣经的附注说，为此赔上儿子的性命。现代译本大多这样翻译，所以这个人。 触犯了约书亚在五百年前所发的咒诅，结果赔上两个儿子的性命。我自己常会想，面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猝死，当时的医生会说他们的死因是什么呢？医生知不知道他们是因为犯上五百年前上帝的仆人所发的咒诅呢？从这里可以看出。 咒诅的效力不会终止，除非有人将它砍断。咒诅的效力不会自行终止。另外，有个很好的例子，记载在撒穆尔记下一章。大卫在这里做了一首哀歌，悼念扫罗王和王子约拿丹在基利波山上被非利士人杀害。 撒母尔记下一章二十一节，你要了解大卫为什么这么悲痛，不只因为约拿丹是他的好朋友，或是因为扫罗也被杀，而是因为这些拜偶像的人竟然打败信奉真神的百姓。北利士人是拜偶像的，他们找到扫罗和约拿丹的尸体之后。 就割下他们的首级，挂在博山的城墙上，在偶像的庙中耀武扬威。在那个时代，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，不只是两国在征战，他们各自所信奉的神也在征战。哪个国家打赢，表示他们的神打了胜仗。上帝的仆人大卫悲痛万分，是因为。 这场败仗意味着偶像胜过真神，所以他唱出这首哀歌。我想他当时一定没有先想好要说什么，但他对基利波山发出沉痛的咒诅，因为扫罗汉约拿丹是在基利波山上遇害。基利波山呐、啊，愿你那里没有雨露，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物。 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，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，所以大卫说：“愿那里没有雨露，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。<coughs> ”这是他在三千年前发的咒诅。在二十世纪，犹太人返回这块土地之后，开始在各地种树、开垦田地。他们在山上种树，种得很成功。可是。 在基利波山上，却一直种不起作物、害树，问题重重。所以三千年前大卫发出的咒诅，到现在仍然影响基利波山，效力还在。在《列王记下》五章还有一个例子，大家不需要翻到那里。 上帝使用先知以丽莎医好亚述人乃曼的病。以丽莎拒绝接受乃曼所送的礼，因为他不希望乃曼以为可以用钱买到健康。但以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心想，不收这些礼太可惜了，所以他就背着以丽莎去追乃曼，跟他索取一些银子和衣裳。 把这些东西藏了，然后来见伊丽莎，以为伊丽莎毫不知情。伊丽莎却对他说：“你去追那人时，我的心没有一起去吗？”然后他对基哈西发咒诅说：“乃曼先前染的大麻风，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”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，莫奇的麻风病。 悲哀的是，这个咒诅会永远跟着他的后代。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，咒诅会一直延续下去，直到有人知道怎样去破除。你问上帝的仆人，今天还能发这样的咒诅吗？在新约圣经，耶稣曾经咒诅一棵无花果树。 短短二十四小时后，那棵树就从根部枯干了。门徒非常惊讶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在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你们不但也能行，甚至你们还能够移山。现在先不讲移山的事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也能行我在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这我亲身经历过，想起来真是叫人战惊。大约在一九六五年的时候，我在芝加哥市区的一间教会。” 担任其中一名传道人，就在教会隔壁，结结实实隔着一道墙，正好是一间酒吧。那家酒吧充满各种罪恶，简直是无恶不作，不止卖酒还卖毒品，又是卖淫的大本营，充满罪恶，而且正好在教会隔壁。十月的时候。 教会有一个祷告会，我是站在台上的牧者之一。当时我的脑海一闪，突然想到这间酒吧，这间酒吧对上帝真是个侮辱，每个人上教会的时候都会经过，于是我就起来宣告，奉上帝的名咒诅那间酒吧。 后来我没再多想，大约两个月后凌晨四点，我接到一通电话，说：“叶牧师，教会失火了，请你来看看好吗？”当时是芝加哥的冬天，外面的气温零下二十度，我实在不想去看。但是如果教会烧掉了，我却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，恐怕不太好。所以呢，我就跟我太太开车过去，果然没错。 在两条街以外就可以看见浓烟和火舌，但我们到了那里却发现失火的不是教会，而是那间酒吧。但芝加哥是在密西根湖旁，湖上的风吹来，把火舌吹向教会。我们眼睁睁站在那里，束手无策。这时风却突然转向，转了一百八十度，把火舌吹离教会。 到了早上，那间酒吧烧毁，教会却安然无恙，只遭烟熏，但火险全部给付。我看着那幅景象，心想：“主啊，我要为这事负责吗？”我不是在开玩笑。我想那是我两个月前发的咒诅所造成。我当时的反应是。 我醒悟到，上帝赐给我的一股大能，不是因为我与众不同。每个基督徒都有这股能力。我向上帝祷告：“主啊，帮助我不要滥用这股大能。”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证明这个信息没有过时，到今天仍然跟我们息息相关。现在我要来谈咒诅的其他来源，下一个很重要。 但现今的基督徒却很少人明白，我把它叫做在关系中有权柄的一方，因为某种关系而具有权柄的人。今天权柄的观念在许多地方都不受欢迎，但是权柄仍然存在。权柄不是人造出来的，权柄来自上帝。 在许多关系中都会有具备权柄的一方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在某种情况下，丈夫对妻子具有权柄，父母对子女具有权柄，老师对学生具有权柄，牧师对会众具有权柄。这只是少数几个例子，因为在关系中具有权柄，所以有权柄的一方所说的话。 就具有特别的超自然能力，不管是祝福或咒诅。你看圣经就会发现，有一种祝福仅次于上帝的赐福。人生最重要的祝福是来自父亲的祝福，这个事实到今天仍然不变。如果你的父亲仍然活着，你要尽一切力量，尽你所能，得到。 父亲和母亲的祝福，但最重要的还是父亲，这对你的生命大有影响。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对父母的态度不好。我认为他们没有得救，但我得救了。他们不明白，但我明白。感谢上帝为此责备我，让我明白，只要不尊敬父母，就不能蒙上帝赐福。神让我懂得尊敬他们，直到他们过世。 否则，我不可能得到上帝这么多的赐福。我要举个例子：有个丈夫咒诅妻子，却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这个故事记载在《创世纪》三十一章，各位应该都很熟悉。雅各福是舅舅拉班，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，生养众多，可以说子女成群。后来。 上帝带领他离开拉班所居住的米索波大米，回到迦南地。他怕拉班知道了会把女儿要回去，所以他趁拉班出门办事，偷偷带家人离开。但拉班率亲戚来追雅各，在基列山追上了他，两人有一番对话。拉班问：“你为什么偷偷离开？” 不让我跟女儿告别，雅各说：“我怕你把女儿要回去。”拉白说：“好，这理由我可以接受。但你为什么偷我家中的神像？那是放在家中辟邪的小神像，在当时甚至今天都很流行。”雅各根本不知道神像的事。 原来是他最宠爱的妻子拉杰偷了父亲的神像，这很糟糕。他实在不应该偷父亲的东西。再说这么做会沾染邪灵，是非常危险的。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呃，呃，《创世纪》三十一章三十节。 拉班对雅各说：“现在你虽然想你富家，不得不去，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？异教的神像。”雅各回答拉班说：“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，所以我逃跑。至于你的神像，你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不容谁存活。钦定本译作‘谁就不能存活’，这是什么样的话？就是咒诅。” 不容他存活。雅各不知道自己咒诅的是他宠爱的妻子拉杰。拉杰把神像藏起来，拉班没找到，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。但短短几年后，拉杰就在下一次生产时难产而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丈夫当年发了那个咒诅。请看。 咒诅是很真实的，就算你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上帝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放了一些原则。现在来看看其他几个例子，这些都是我遇到的情况，但我稍作修改，免得泄露当事人的身份。 来看另外一个丈夫的例子。他是一家公司的高阶主管，很忙，很有钱，冲劲十足，但也冷面无情。他娶了一个不会做菜的太太，就像今天许多女孩一样，她没有跟母亲学过厨艺。这个丈夫。 一直忍耐太太难吃的料理，后来终于忍无可忍，他对太太说：“你煮的菜让我反胃，你永远学不会料理。”这话他可能说过很多遍。这是什么？就是咒诅。但他没想到，这也给自己招来咒诅。哈哈，你煮的菜让我反胃，结果呢，他得了消化道疾病。 看医生都医不好，到死都带着胃肠病。那个婚姻后来破裂，他们离了婚。这个太太很有才华，各方面都很成功，只有厨艺是她的罩门。她每次进厨房都会全身发抖，很紧张，每次都弄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丈夫的咒诅。这两个人一生受咒诅折磨，直到过世。 好，再来看一个父亲的例子，这恐怕是最普遍的一种情形。有个父亲有三个儿子，老大是长子，当然很得父母疼爱；老三最小，很聪明，但老二既不是长子，又不聪明，他的个性跟父亲非常相像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别人有的缺点？ 我们自己也有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只看到别人，却没看到自己的缺点，不是吗？做父母的，如果看哪个孩子不顺眼，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最像你。你看不顺眼的，正是你讨厌自己的地方。所以，这个父亲对老二说：“你永远不会有出息，你永远一败涂地，你永远不会成功。”这是什么话？ 就是咒诅。我帮助过很多到四五十岁仍然受苦的男人，只因为小时候父亲对他们说了一些负面的话。或者假设有个父亲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，她跟其他少女一样有青春痘的烦恼。父亲每天都得载她去上学，他每天早上都在浴室里。 他青春痘药膏，常常搞得快要迟到，他父亲急得跳脚。有一天，他说：“你的青春痘永远好不了，你注定要长一辈子青春痘。”十五年后，他已经结婚，有两个孩子，仍然有青春痘的烦恼。为什么？因为咒诅。再举个母亲的例子，这是一个真实案例。 但我不能透露当事人的身份。女儿对他百依百顺，非常听话。她是那种什么都要管的母亲。但后来女儿谈恋爱，嫁给一个母亲不同意的丈夫。这母亲说：“你们永远不会幸福，永远得过苦日子，钱永远不够用。”我认识这位丈夫，他很有才华，很能干。 但他们婚后至少有十二年经济状况很差，后来情况改变，因为我向他们指出这个问题的真正根源，就是母亲的咒诅。后来，他们的人生才有了转机。再来谈谈老师，假设有个学生不会拼字，也许他有阅读障碍，没法拼出正确的英文字母。 你好蠢，你好笨。你根本不用功，你永远成不了事。老师不该说这种话，但有些老师就是这样。结果呢？这个学生果真一辈子都做不好。我和路德有一个朋友，在他十几岁时，有个老师说他很肤浅。 他现在大概已经五六十岁了，但他这辈子一直都很在意“你很肤浅”这句话。奇怪的是，他是最不可能被称作肤浅的人，他完全不是个肤浅的人。你看这些话背后的权柄，使这些话大有能力。一般来说，这当中大多有。 魔鬼的势力，来看雅各书三章，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雅各书三章，嗯，十四到十五节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 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态度不对，你的反应不对，这时候你说的话会是属鬼魔的。我曾用过一个比喻，有多少人知道笛音壶是什么？你们应该都知道。你在炉上烧一壶水，水温越来越高，在蒸汽喷出来时，会有什么一起出来呢？就是笛音，没错。那笛音就像咒诅，蒸汽一喷出来，就会发出笛音。 只有一个办法能阻止笛音出现，什么办法呢？在水开之前把茶壶拿起来。所以，当父母、老师或是丈夫越来越生气、沮丧或不耐烦的时候，如果不把茶壶拿走，蒸汽会喷出来，底音也会跟着出来。这时会说出残酷无情、不公平的话来，跟着释放的就是咒诅。 谁说现在没有这种情形的、啊？<laughs> 再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咒诅来源，这很普遍，我把它称为自我咒诅，就是对自己发咒诅。在创世纪二十七章，以撒本来要祝福以嫂和他的母亲利百加，利百加。 是一个善于操纵的犹太母亲。他把雅各打扮成姨嫂的样子，骗取父亲以撒的祝福。雅各并没有推辞，但他有点怕。十一节他这么说：“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：‘我哥哥姨嫂浑身是有毛的，我身上是光滑的。倘若我父亲摸着我，必以我为欺哄人的，我就招咒诅，不得祝福。’” 但他母亲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，他承担原本该归到雅各身上的咒诅，这是自己招来的咒诅。你如果看到这章最后一节，会发现利百家开始用负面的话说自己。四十六节，利百家对以撒说。” 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。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，像这些一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不想活了。活着有什么好处？受到咒诅的人通常会说这种话。千万别让自己说出这种话。不要用负面的话说自己。 不要说我永远做不到，我永远不会成功，我没有用，我很失败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接着你就会说：“真希望死掉算了，我死了反而好。”你知道这样说会有什么后果吗？会招来死亡的灵，死亡的灵就会乐意前来。我和路德帮助过数不清的人。 都是需要从死亡的灵得释放，因他们曾经邀请死亡的灵给自己招来咒诅。我们使用一节很棒的经文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。我要跟你们分享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十七节：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如果你曾经对自己说过负面的话， 用负面的话咒诅自己，就要用正面的话破除咒诅。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曾经三次不认主。耶稣复活以后，在加利利海边，耶稣独自和彼得交谈，他三次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他让彼得三次说出：“主，我爱你。” 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必须扭转他先前说过的负面话语，所以如果我们说过负面的话，导致自己乌云笼罩，就需要弃绝那些负面的话，用正面的话来代替。这节经文再恰当不过了：“我必不至死。”这不是说你不会死，而是说撒旦无法提早杀害你。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。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，我们一起来宣告这句话。第一次，先跟着我说一遍：“我必不至死，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作为”这次大家一起说：“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”再一遍：“我必不至死。” 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作为这样的宣告可以扭转你一生的命定。好，再来看下一个例子，这是犹太史上一大悲剧，《马太福音》二十七章。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愿意释放他。《马太福音》二十七章，二十四到二十五节。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，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：“流着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当吧。”众人都回答说：“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，这是什么样的话？是在自我咒诅。这是犹太史上一大悲剧。这些话。” 将悲剧带进犹太历史，长达十九个世纪。这是惨痛的教训，千万不要这样咒诅自己。我先前曾经提到，上帝保护亚伯拉罕，不受到咒诅。他说：“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”只有一方面，上帝没办法保护犹太人，就是。 自我咒诅，我们也常常是这样。上帝可以在各方面保护我们，除非我们咒诅自己。嗯、再来看下一个导致咒诅常见的原因，那就是违反圣经原则的盟约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十二节谈到。 以色列应该和被逐出迦南地的人保持什么关系？那些人全是拜偶像的，在生活上完全悖逆永生上帝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十二节，摩西说：“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。如果你和拜假神的人立约，” 就等于和他们的神立约。下面我要说的，希望不会得罪各位。我说这个是因为我想帮助大家。我们西方国家有个非常普遍的例子，就是共济会。加入共济会就等于跟他们其他会员立约。会员都说聚会内容是秘密，其实不然。 英国国教神职人员汉拿在五零年代出了一本书《显露的黑暗》，内容揭露了共济会所有的重要仪式。三十多年来，共济会都没有人质疑这本书的正确性。入会的人必须发毒誓，不能泄露共济会的秘密，否则舌头会被割掉。 右手被砍掉，扔过左肩，或是整个人被扔在潮汐每天涨落两次的地方。这些都是自我咒诅。共济会是个拜偶像的宗教。会员升到第三十二级圣皇家拱门的时候，就要膜拜。 一个叫耶巴欧的人，J A B U L O M，这名字是由耶和华、巴利和欧西里斯这三个名字组成，所以他们把圣经中的真神上帝和上帝彻底憎恶的两个偶像放在一起。如果你立这样的约， 就是和这些偶像立约。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，我没有时间一一叙述，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。大约三四年前，我和路德去澳洲。有个主日早上，我们在教会为人祷告。有个十八岁左右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小婴儿走到前面来。 要我们为这婴儿祷告。那个婴儿看起来才六天大，但其实已经六周大了。我们问他是什么问题，他说婴儿不肯喝奶。我们为他祷告以后，神的能力降在这个女子身上，她就倒在地上。路德赶快把她手里的婴儿抱过来。 这时，上帝给路德一句知识的言语，路德就告诉祷告童工说，他的父亲是共济会员，要先解决那股势力。当童工开始对付这股势力，魔鬼就让这女人开始扭动和尖叫。童工祷告之后，女子发出一长声尖叫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路德手上的小婴儿。 也同时发出一样的尖叫声，所以不止母亲得着释放，连婴儿也得着释放。六个小时后，那位母亲又带着婴儿来到教会。我们问他婴儿怎么样了，他说婴儿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喝了三瓶牛奶。我告诉各位，因着那个父亲，呃，加入共济会就把咒诅。 带给女儿和孙女。我没有时间一一叙述，但我还知道许多这样的例子。影响到家庭，影响到后代，影响到配偶，影响到亲人。另外，还有一些做法会导致咒诅。呃，部落社会中经常有一些仪式。 比如婴儿祭礼，或是年轻人的成年礼等等，他们在这些仪式中常需要在皮肤上划几刀，或是刺上什么图腾。这么做是向部落所拜的神明敞开自己，是会招来咒诅的。我也有一些例子，但时间不够。 另外还有一些咒诅是由撒旦的仆役发出，不同的语言对这些仆役有不同的称呼。英文管这些人叫巫医，美国人管他们叫草药仙，施瓦西里语叫嗯丘瓦，卢奥族管他们叫就沃给。 如果我没弄错，莫里斯族叫 “Tonga”，都是指同样的人，只是名称和打扮稍有差异。我要老实告诉各位，这种人真的有超自然的能力，千万不要低估了。如果你去部落宣教，千万别跟他们说撒旦魔鬼不存在，因为他们比你还清楚。 魔鬼确实存在，你应该说撒旦确实存在，但耶稣的能力更大，他们就会愿意听。尤其是你如果能够证明耶稣说：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”他没说仇敌没有能力，他说：“我赐给你的权柄可以胜过他的能力。”这样的做法比较实际。 来看圣经上的一个例子，《民数记》二十二章四到六节，这里记在巴兰的故事。《民数记》二十二章四到六节，摩押王去请巴兰来，巴兰是个巫医，法术很高，也很有名。摩押王对巴兰说：“第五节。” 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，也就是以色列民，遮满地面与我对居。这民比我强盛，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，或者我能得胜，攻打他们，赶出此地。因为我知道，你为谁祝福，谁就得福；你咒诅谁，谁就受咒诅。这是当时打仗的时候一个普遍的习俗。 今天有些原住民部落仍有这个习俗，不只是两族在打仗，也是两族的神在打仗。如果哪一方能抢得先机，就可以打胜仗。中东有一份史料文件，里面记录曾经被埃及王咒诅的七十七个国家，因为如果可以先咒诅敌人。 就可以打败他们，这是打仗的原则。圣经上有个例子很有意思，是西方人不太熟悉的。当初大卫对抗歌利亚的时候，大卫拿着甩石机弦出去，没穿盔甲，歌利亚觉得受到侮辱，很生气。请看《撒穆尔记上》十七章。 四十三节，菲利士人对大卫说：“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”菲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。请看，哥利亚在开打前先呼求他所拜的偶像。大卫回答说。 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名来攻击你，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这是两神之间的战争，各位都知道最后谁赢。但我的重点是，撒旦的仆役有咒诅的能力。我们帮过许多人，就是遇到这种情况。我要谈最后一个导致咒诅的原因，在《生命记》七章。 二十六节，前一节谈到迦南地的居民，他们雕刻的神像，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，你不可贪图，也不可收取。然后二十六节说，可赠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。 不然，你就成了当毁灭的，与那物一样。你要十分厌恶，十分憎嫌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。所以，当你把任何跟偶像或邪灵有关的物品带进家中，就是开门让咒诅进入家中。这也是我们经常遇见的情况。讲完这样的信息之后。 通常我会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想从咒诅中得释放，最好回家检查家里的东西，看看有没有任何跟假神有关的东西。我自己的原则是，我不要家里有对耶稣基督不敬的物品。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常有父母说，孩子晚上睡不好。 睡不安稳，会哭，很害怕。这有一个常见的原因，就是家里有某个东西容许撒旦进入你家。你需要彻底检查家中的物品，清掉所有和邪灵有关的物品，所有迷信的东西。如果你拿马蹄铁来辟邪，那是迷信。 这不会辟邪，反而会开门让撒旦进来。好，现在要来到最重要的高潮了，就是如何脱离咒诅。我要给几个简单的步骤，有一个基本的模式是由四个词组成，每一个词的英文都是 R 一开头。 辨认、悔改、气绝、抵挡、辨认、辨认出你有什么问题。我花这么多时间谈这些，就是要帮助你看出自己的问题。第二，悔改，只要做过会招来咒诅的事，就需要悔改。第三，气绝。 宣告自己不再向那股恶势力屈服。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向别神屈膝，不要听从他神。我们基督徒也有权利说：我不向上帝以外的东西降服，我要抗拒，我要弃绝。从此，他再也不能辖制我。最后是抵挡。 这需要持续不断的做，不断抵挡，不断拒绝，再让那些事控制你。我再重复一遍：辨认、悔改、弃绝、抵挡。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：“故此，你们要顺服上帝，不是顺服仇敌，不是顺服魔鬼，而是顺服上帝。” 他说：“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怎样，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”他会怎么做？逃跑？我听不到。逃跑。对。但你要抵挡魔鬼，好吗？抵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。好比有强风不断吹来，你必须把门关起来。只要开门，风就会进来。接着需要有清楚的经文根据来帮助你脱离咒诅。 加拉泰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再恰当不过了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为我们成了咒诅，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我们。我再给你几段经文：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，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蒙救赎；哥罗西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，感谢天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。 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借着他爱子的血得蒙救赎。所以，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神救赎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，就是撒旦的国度，将我们迁到耶稣基督的国度。就像两个不同的领域，中间隔着深渊。 一边是撒旦的领域，一边是上帝的国度，但那深渊上只有一座桥，就是耶稣的十字架。你若走上这座桥，就可以离开黑暗国度，进入上帝要你进入的光明国度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下半句：“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我要做什么？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我要做什么？” 除灭,魔鬼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这正是耶稣来的原因。接着，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我前面引用过，耶稣说：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”这些都是很明确的经文根据。有了这个基础以后，就要信靠基督耶稣，因为耶稣是我们认罪的大祭司。 他会按你所认的罪和你对他的信心做你的大祭司。第三，决心顺服。记不记得要怎样才能领受神的祝福？听上帝的声音，遵行他的话。所以脱离咒诅之后，就要下定决心，从此只听上帝的声音，遵行他的话。下一步是认罪。 知道的罪全都要认。也许是你犯的罪，或是祖先犯的罪，因为祖先的罪会影响到你，但两者还是有差别。你不会因为祖先犯罪而有罪，但你会受到影响，了解吗？人只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，但你如果知道祖先曾经拜偶像，曾经沾染异教邪术，或是。 摩门教等等，完全违反圣经原则的信仰，你需要脱离那些影响。接下来，你需要饶恕所有的人。耶稣说，在你祷告的时候，心里如果有不饶恕的人，应该怎么办呢？饶恕，没错。不管是谁得罪了你什么，你必须饶恕每一个人。 不饶恕的心会成为拦阻，让祷告不蒙应允。饶恕不是凭感觉，而是一个决定。我常说，饶恕就好比撕掉借据。我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故事。我想到有个富人，有一次我谈到饶恕，我说很多太太过去丈夫对他们不好，到今天还在受苦，因为一直没有饶恕。 我说，饶恕就好比，你手上有一张丈夫欠你的借据，上面写着“我欠你爱、支持、关心、尊重等等”，这些都是他应该还你的。但上帝手中也有一张借据，是你欠他的借据，而且金额大多了。现在上帝说：“我们来做个交易。” 只要你撕掉你的借据，我就撕掉我的借据；但如果你保留借据，我也要保留我这张。所以，如果想被饶恕，就要饶恕别人，别无选择。那次我刚讲完道，讲的就是饶恕的主题。有个大约三十岁的年轻妇人，打扮入时，外表精明能干，直直的朝讲台这里走过来。 我当时不晓得他要干嘛，难道要攻击我不成？他定定看着我说：“叶牧师，我只是要告诉你，刚刚你在讲道的时候，我撕掉了价值三万美元的借据。”讲完他就离开了。我什么也不用多说，他完全了解那个信息。真希望大家都能这么快就领悟，所以一定要饶恕别人。接下来要砍断和邪灵的接触，好吗？ 不管是你自己或祖先的，我在说你不用为祖先的罪负责，但祖先的罪会影响到你。你要丢掉所有可能沾染到邪灵的物品。我前面说过，把它带回家就等于是把咒诅带回家。如果你做到以上这几件事，就可以奉耶稣的名让自己脱离咒诅。 耶稣说：“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会捆绑；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会释放。”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。但我要先谈一下得着释放之后该怎么做。你必须宣告，并且期待能够领受亚伯拉罕的福分，因为我们已经脱离咒诅，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福分。要记住。 这是圣灵所赐的福分，是圣灵赐福给你，这很重要。你必须与圣灵为友。如果你让圣灵为你担忧，不尊重圣灵，他就不会赐福给你。圣灵握有上帝府库的钥匙，如果你想要财宝，就要跟仓库的守门人做朋友。接下来，我前面已经说过，要记住一件事。 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彻底释放，但可以在一夜之间得到资格，了解吗？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：有一些人走错了方向。今晚你可以回转，开始朝对的方向走，但这不表示你已经抵达，你还在半路上，必须继续朝那个方向走。你必须持续听从神的声音，遵行他的话，才能持守亚伯拉罕的福分。 你必须持续做正确的宣告。我们现在还不要说，我再等一下。今晚，在座如果有人觉得好像有咒诅的乌云笼罩你，你希望得着释放，我要带你做一个释放祷告。我前面讲过玛丽安的故事，她读完祷词就彻底被医治。 我不能保证让你得医治，医不医治在于神。但如果你的病是直接由某个咒诅导致，那么脱离这个咒诅，病就可以得医治。所以，如果你希望我带你祷告，我们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，<coughs> 请你先站起来，我要带你来祷告。好。 我很快说明一下，接下来我要带你做的步骤。首先，我们已经找到明确的经文根据，经文刚才都给你了。现在你需要相信耶稣基督，决心顺服，为你自己或祖先的罪认罪。我会给你一点时间，在心里做认罪祷告。接下来是饶恕所有的人。 我会给你点时间做饶恕祷告。接着是，气绝和邪灵的接触，不管是自己或祖先造成，除去一切可能沾染邪灵的物品，然后奉耶稣的名宣告自己的释放，好吗？现在我要带你祷告，你不是向我祷告，而是向主耶稣基督祷告。 只有他才能回答你的祷告，我不能，我没有能力，但他有。好，现在就跟着我说：“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，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唯有借着你才能亲近神，唯有借着你才能亲近神。你为我的罪死在石架上，你为我的罪死在石架上，若从死里复活。” 又从死里复活。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成了咒诅。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成了咒诅。代替我承受了一切咒诅。代替我承受了一切救赎我脱离咒诅。救赎我脱离咒诅。咒诅承受你赐的福分。承受你赐的福分。主啊，我要向你认罪。主啊，我要向你认罪。 不管是我所犯的罪，不管是我或祖先所犯的罪，都恳求主来赦免。都恳求主来赦免。我也要饶恕每一个人。我也要饶恕每一个人。那些伤害我、得罪我的人，那些伤害我、得罪我我要饶恕他们，如同上帝饶恕我一样。我要饶恕他们，如同上帝饶恕我一样。我也要饶恕自己。我也要饶恕自己。 我要弃绝各种和邪灵有关的活动，我要弃绝各种和邪灵有关的活动，决心除去一切可能沾染邪灵的物品，决心除去一切可能沾染邪灵的物品。主啊，我凭信心领受你的赦免。主啊，我凭信心领受你的赦免。身为上帝的儿女，我有权柄。 身为上帝的儿女，我有宣告自己脱离咒诅。那些在我权柄之下的人，那些在我权柄之下，也要脱离一切咒诅。也要脱离一切咒诅。现在我奉耶稣的名，现在我宣告咒诅离开，宣告咒诅离开，自由，得着自由。自由我要凭信心领受。 我要信心领受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祷告现在一起来感谢他，相信他已经成就一切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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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你